这下兵儿抓住了吧，又在偷偷藏鸡蛋。买卖，老婆最近辛苦了，今天把鸡蛋给老婆吃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四边，吃什么吃？挣了几个鸡蛋了，还自己偷藏起来。你今天又给我往哪酸奶了？想喝酸奶啊？啊，拿去。哎呦，不错哦。机会来了，抓紧把我的鸡蛋换过来。嗯，谢谢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还是河粉好吃啊。这小河粉泡够20分钟，满满一小桶，劲道爽滑不断条，真是懒人居家必备。我咋找不到我鸡蛋了？我带回鸡蛋去吧。嗯，啥情况？不是你吃的。那给我了。啊，我不吃，给你补补，你吃吧。都给我了？不给你了。行，你不吃啊？给你专门给你留了，都给我了，吃你的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今天还真是误会他了你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把这几个小鸡蛋都吃了他吧。哎呦我的妈！